屏东的中地主席大爱园区的百合部落来行一转吼，即个乡亲搬到这个所在大，已经满一个月了，愈来愈侪人已经适应当地新的环境哦，啊，即个现主席啊，整个的园区看起来拢是充满着生命力啊，因为家家户户啊，拢开始伫美化环境啊，不管是厝前厝后，大家都是利用石板啊吼，就咱画面上看到一块一块石板，还是讲啊用画图方式啊来打造因真有原住民特色的环境哦、啊，大家拢心中有一个共款的愿望，就是希望啊原住民的文化会当伫这个园区落。地生根啊，变作是传承延续的好所在。为山顶搬来一大堆的石板甲材料，王和家翁阿婆做伙为后生新妇的新厝打造美丽的花园，要祝福囡仔搬入来住伫中地主席大分区百合部落，有一个全新安稳的开始。希望他们在这边能够成长啊，长大。这我字典里面没有累这个字啊。是哦。因为我把这个劳动当作是很有意义的运动。布置永久主体的环境，让人感受到王和家翁阿婆做人父母对囡仔这份无私的关爱。老大人无用的时阵，因的孙阿妈真捌代志，会向斗三工。永久主体头前，这一个口啊真团结，同时传承原住民文化，会当伫中地恒区延续落去。大家说这种石板，因为快要没落了，像这种砌法哈。快没落了，让他们看一下哦。原来我的那个阿公啊，是会做这种。当一片一片的石板慢慢砌起来，而且搁亲手将树啊种落去，美丽花园一步一步慢慢完成。只要后生一家人在中地恒区平安过日子，就是王和家翁阿婆上大心愿。大新闻蔡欣怡、郑瑞平，屏东报道。